听说在美国，货车司机的晚餐都是在加油站买的。今天我们就去探索一下这里的底层美食。Can I get a all beef hot dog, please? 这烤肠可以啊，才1.5刀，跟国内看着挺像啊。哎妈呀，这蛋糕才1块钱一个，我感觉我又行了。这个蓝莓的看着还不错啊，你看这个像长毛了似的。它这个咖啡哦，不管是多大的，都是1块钱，那咱肯定得拿最大的呀。这光喝咖啡也没有蛋白质啊，来点奶。这个是阿斯巴甜。嗯，有点爆汁的感觉，真不错啊，一股热狗味儿。我们再尝一下它这个鸡肉肠啊，里边据说有芝士。哎呦，我操，忘检查热量了，赶紧检查一下子。没说呀，没说就是零卡。刚才两个热狗只吃个半饱啊，看我今天能不能吃把全饱。我们就吃一小口，浅尝一下。嗯，不愧是加油站的马芬啊，量大管饱。